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这一首姜育恒的《再回首》。这首歌呢，原调是 G 调指法，但是呢，对于男生有些高还偏难，我特意把它编成 C 调指法，男生女生都能唱啊。特别是这首歌的前奏部分非常经典，还好听，马上示范，千万别走开。这首歌呢，男生唱的话，变调夹夹到四品，夹到五品都可以，女生不用夹变调夹，所有的和弦都已经标在了屏幕的上面，非常简单，只有一个横摁的 F 和弦，不会摁的可以用 F 大七来代替啊。根音在四弦这个发，一弦变成空间音，右手弹成根三二一二三，对。我们右手呢采用八六节奏，每小节呢有六拍，根三二一二三，对，根三二一二三， F 的根音是四， G 是六，好， EM 也是六弦，对。到副歌的时候呢，是一种情感的宣泄，用扫弦更合适一些，更有表现力，可以扫成下下下下下上下上，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这种感觉，二三四五六，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带着好听前奏完整示范一下。如果你们也喜欢这种每一首歌都带经典好听前奏吉他谱的同学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精简谱集，里面有上百首的经典流行金曲。向谁诉说，再回首。